在黑暗空间已经数小时的少年和松鼠突然有了一线逃出去的生机，但是题目的提示似乎暗示着他们必须牺牲其中一人才能过关。答案板上他们会如何回答？显然你们没有被我误导，牺牲其中一名伙伴。因为答题规则是，只要三人答案板上内容一致，就可过关。恭喜，你们现在可以离开了。Yes! Yes! Yes! 赢了！流水楼层，我们要写几层啊？这座树屋由我们星球的中央控制中心，但因为机关已被闯入者重新设定，数字和对应楼层应该已全都打乱，我们必须先到中控室去调整设定。那我们就去中控室，但是只能试试运气了。小健，你的幸运数字是多少？哼，当然是配合我100分的颜值。快拿出魔力坚果！只剩一颗了。大家不要放弃，我们可以靠自己的。对，大家要相信自己，只要内心充满正能量，什么事情都能办成。大家一起用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们满血复活了，耶耶耶耶耶！接下来我们再想想还要再写哪个楼层吧。嗯，三只松鼠还有我们三个，而且刚才离开密室的密码也是3，看来也只有这个数字了。